喂，我打电话的，哪些羊可以？可以，就我要卖了几头了。那个脖子上红色的是吗？好的。那只吗？那只。红的。这只。不能那样子做。也不能这样子做啊。就是把他那个脸差点也破了，我抓不了。不然就我去抓了，你也去抓。你帮我抓，我抓不了。我刚才踩了他那个绳子，然后扯了他那个绳子，跑得太快了，直接就被他拖跑了，太惨了。少儿不宜。褪毛一下。好，褪毛一下哈。好。对，帮我褪毛了，我要放车上带走。工伤。整个这个就是刚才就是摔倒，就是直接这样戳了，然后这样这边戳了，好痛。然后这边整个都两，全部就是这样子。从这个地板上戳过去，他力气太大了，真的，就什么有些东西还是不能随便去尝试。弓的力气最大。66，36，3600哦，差不多。3600差不多了。3600哦，好。我本来想去抓他，绳子就在我面前，我就踩抓一下，然后就飞出去了。那还好，以为还在睡什么呀？现在是处理好了回来，现在他是不会伤害我了。本来我是要自己做的，这个我们要炖羊肉汤，本来是要自己做的，现在不能沾水了，所以只能请师傅。还有买了这个几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买了有9个椰子螺，他这次收了几百斤的椰子螺，然后拿了9个给我。晚上把这个椰子螺爆炒掉，爆炒，对，9个都爆炒给他们吃。为什么今天要这样？忘了交代，今天表哥的篮球队打比赛，然后他们说很有信心打赢比赛，然后要来农庄庆祝，所以，对，然后把这个斩勺的机会留给我，所以今天是特地去买羊，特地去买羊，然后还摔惨了，还把耳环都摔丢了。希望篮球队那个吃了这顿羊肉以后可以众筹给我补一对耳环。应该的。来，我为你报仇一下。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椰子螺洗一下，然后先拿去焯水，焯水之后我们把肉挑出来，然后再拿高压锅压一下就可以爆炒。椰子螺一定要用高压锅压。这种能养殖的吗？这个不能养殖的。这个椰子螺它是不能养殖的，所以都是野生的。你可以买一些回去去拆盲盒，里面很有可能有美乐猪哦，看一下有没有美乐猪。如果美乐猪挖到了，我的耳环就回本了，是吧？对。师傅今天只能辛苦你了。这不辛苦啊，这耳环都掉了。好心痛啊！摔我倒是没有觉得什么，就是发现耳环丢了才好心痛。现在下去焯水一下，焯水了拿去用高压锅压。葱姜料酒去腥，焯水之后给它捞起来，散气之后8分钟。现在我们把这个羊肉倒下去焯水一下。烧好了，给它捞起来，等一下我们要先炒一下哦。
走。好友要不要下？没下。完了，会不会阿姨收了？哇，好脆，甘蔗和生姜哦。在最早没有糖的时候呢，都是用甘蔗，加了盐，再加黄酒，枸杞。来，不要吵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个奖杯是属于你的啊，有你的功劳嘞。我这是我们球队的中锋啊，帅哥，还有我们的明星后卫，还有这个，福建工程那个第一后卫。这群人中有的是公司的职员，有的是个体老板，有的是公务员，平时一般是很难碰在一起，但是每次聚在一起打篮球的时候，就仿佛变成了那个追风少年，在球场上可以肆意奔跑，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男人至死是少年吧。